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我爱发明》，我是主持人陆博。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科学顾问是大家非常熟悉并喜爱的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彭梦华老师。彭老师，我们每天的生活是离不开衣食住行，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我们这个住啊，这和我们应该说是密切相关的啊，每天8小时甚至是更多的这个时间啊时长。您家的这个床垫，你有没有留心的仔细的去关注过它？床垫呢，我用的是棕的。棕的、因为那个棕的呢，它比这个弹簧的呢好像舒服一些，所以人家买的时候人说这是棕的，我看里边也是棕的，我就买了的，睡着还是挺舒服的。棕垫是用什么做的呢？棕的无非就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椰棕，就是椰壳剥开以后里边拉出那个棕、还有一种呢就是树叫做山棕树。山棕树，它上边呢会长出一些棕来，我们把它扒下来，给它缝成床垫，这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棕垫的一种。您觉得这个睡起来这个棕垫它的这个舒适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应该说睡着呢不软不硬的、是吧，也透气，应该说比较舒服。当然现在人们又出现了这种席梦思之类的、席梦思那早就有了，有那个气床，还有水床，按照自己的这个体型对对对，压下去的那个床垫都还有但是那些个东西我觉得睡着还是不太习惯，因为棕呢它整体来讲是比较平整的，尤其年龄大了以后希望躺在那儿它床比较平整，别硬太软，这样就比较舒服。那么这个棕垫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发明人徐兴举，孙永军，发明项目棕垫缝制机。徐兴举最近有些窝火，一进屋他就拿起剪刀，把家里的床垫剪开，对着床垫出气。床垫这个家家户户必备的居家用品，到底哪里招惹他了？我有个儿子嘛，今年2周半。从小他就呼吸道不太好，而且身上有一些那个斑点，红色的斑点。然后到医院检查的时候，然后医生就说家里有空气啊或者不太好，有感染。后来找了人鉴定一下，说那个床垫是那个种胶粘的那种，含有甲醛。徐兴举，河北泊头人，今年26岁，孩子的生病居然和床垫有关，这让他简直怒不可遏。床垫里怎么会含有甲醛呢？是不是市场上的床垫只要里面是棕垫都含有甲醛呢？为了检验一下，我们的记者跟随徐兴举在市场上随机买了3块棕丝床垫回来，准备做一下甲醛测试。咱们现在来检测一下这3个棕垫里面有没有含有甲醛。好的好的。好。为了测量床垫里面的甲醛浓度，我们从环保部门借来了一台专门测量甲醛的设备。试管中为蒸馏水，由于甲醛易溶于水，收集气体15分钟后，把采集好的样本倒到专门的试剂里面，会发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检测仪会给出精确的数值，这样就可以测出床垫中的甲醛浓度。行，咱们现在得等15分钟啊。将试管插入床垫里面后，采集气体样本的工作就开始了。15分钟后，我们将测好的1号试剂编好号码，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相继对另外2个床垫进行采样。剩下的2个床垫正在采样中，检测仪能够测出精确的甲醛浓度。根据国家居室空气中甲醛的卫生标准规定，在居室空气中，甲醛的最高容许浓度为0.08毫克每立方米。那么3床棕垫的甲醛含量到底是多少呢？那经过1个小时的检测呢，那现在3个床垫呢，它结果已经在我手上了。现在咱们可以用仪器来检测一下它的具体数值。1号啊，看着啊。1号床垫的甲醛浓度为0.26毫克每立方米。爆表了。2号床垫的甲醛浓度为0.69毫克每立方米。测定。3号床垫的甲醛浓度为0。看来3号是安全的。对于测量的结果，大大出乎我们记者的预料。1号床垫高出国标3倍多，
二号床垫更是高出7倍多。行，许哥，那咱们现在从一号床垫开始拆起，把那个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哎，好的。通过拆掉床垫后发现，一号床垫和二号床垫之所以含有高浓度的甲醛，原来是用胶水将松丝粘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胶粘松垫。用的胶水越多，甲醛含量越高，而三号床垫是手工缝制而成，所以甲醛浓度几乎为零。看来床垫中含有甲醛是胶水引起。今天我们从市场上随机挑了两张，检测之后发现都有甲醛。对，是，而且含量都超标嘛。别人现在在市场买的床垫，我现在根本不敢用，因为通过孩子那件事嘛。那我们通过实验呢，检测了你这个手工缝的，因为它没有胶，它确实不含有甲醛。对对。甲醛，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无色气体，最主要的危害表现为对皮肤黏膜的刺激作用，是众多疾病的主要诱因。长期接触甲醛可引发呼吸功能障碍，是现代人的健康杀手之一。每年由甲醛引起的疾病和事故层出不穷。防止甲醛危害的唯一方法就是杜绝胶粘。那么手工缝制松垫到底是怎样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来到了手工缝制松垫之乡四川德阳。有人在家吗？哎，老哥你好。王师傅是一位缝制松垫的老手艺人，从事这个行业已有20多年。为了体验最传统的人工缝制过程，我们的记者找到了王师傅。要不你教我一下，我来看看缝这个难不难。好，这就是这样子的。你手上这是两根针是吧？对，一上一下左右开工。要这样子，它一定这样子剁上，要把纸面，要把这样剁的，这样子要剁，必须要这样子。哎，这还得有个角度，有个岔口。必须上下，这样还要大斜起来。手工缝制松垫的窍门是两根形似飞刀的针头一上一下对穿，同时形成一定的角度，这样可以防止扎手。另外斜着插还可以节省力气。那大哥，我来帮你缝几针嘛，看你缝到现在挺辛苦的。那我试一下啊。插上手嘛，下手掉了，我把这块拉吧。哎，再重来一遍。记者新手上路，迟迟扎不进去。手工缝制松垫确实没看起来那么简单，既需要一定的手劲儿，更需要巧劲儿。这下面我怎么都弄不出来。哎，你说像我扎的这样是不是就不行啊？不行，要不得。哎，你怎么找的这么准？因为我从下面穿下面这根针的时候，我一直穿到那个点里。靠这边的嘛，大家看了，你趴下去看我咋穿的。对了。哎，这次位置找得准。这个很难戳啊，大哥。也不难。这个要经过学，要经过学。哎，大哥，我以前见过那个缝鞋子的修鞋匠，他们的针好像跟你的不一样。对呀、啊、对呀、啊、他不是这样，要远的他就要不得了，他就扛不起来，扛不起来。我刚刚扎了几针，我就觉得手酸了。你这扎了一天手酸不酸？哎，鞋惯了，开始肯定是鞋惯了就没什么手。你这是什么材料？我觉得他搓的时候特别难搓。这就是中片打出来的中狮子的，开始焊到憋出来。看到简单，我到就对了。像你这样一天最快能够5床，对，5床。哎，您这做这个是不是已经很久了？您缝这个中间？哦，20多年了。原先吧，做这个嘛，就是说当时80年还都得死了，这是。像您这样有这么多年经验的那个老手艺人还多吗？你们这儿不多了？对，都转行了。都转行了？为什么都转行了呢？因为这个就是挣不，跟着手工办挣不到钱。师傅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讲出了手工缝制松垫这个行业的没落。手工一针一线缝制松垫，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效率低下，
好多人都选择逃离这一行当，人工终将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当没有人再拿起针线时，棕电又该怎样被缝制出来呢？为了给孩子制作出一床健康环保的棕垫，徐星举专门走访了王师傅。他本想给孩子缝一床棕垫出来，可是手工缝制不仅费时更是费力。他想要是有一台可以缝制棕垫的机器，既可以避免孩子以后再受甲醛的危害，又能防止人力时代结束时真正健康环保的棕垫也因此消失不见。因为棕丝不比棉绒和草料，它内部实心密度是后两者的几十倍，缝制起来特别困难。如何让针头顺利地穿透密实的棕垫，成了徐星举最头疼的问题。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了正在工作的油井，心想如果用油压系统的话，密实的棕垫是不是可以穿透过去。一回到家来不及休息，他就开始画图绘稿，行动了起来。徐星举感觉到自己一人力量有限，研究机器是个重活，他得找个人过来帮助他。既是姐夫又是同事的孙永军是厂里的技术能手，基本上有关机械的事情他都不在话下。当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孙永军答应了一起来研究机器。有了想法，有了帮手，经过一个多月的焊接组装，一台棕垫机被他们做了出来。哎，你们好，你们好，我来找那个棕垫缝制机那个发明人。我们俩就是。啊，就是你们俩。哎，是我们俩。油缸提供动力，是穿着线的钢针穿过棕丝层形成线环，位于右端的梭条迅速穿过线环，梭条的倒钩勾住线后向右回缩，拿出一根长线横在棕丝上，此时钢针开始下拉，将横向线固定在棕丝层上，一行线就缝好了。钢针和梭条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棕垫就这样被缝制出来。那我注意到你们这前半部分没有那个滚轴结构，它这个材料是怎么往前面走的呢？来，咱看那一个黄色的地方。我注意到这个梁下面有钉子。好看了吗？那钉子还挺多。哎，小心手，小心。好几排，是不是像人手一样把它往前拽？就跟那个大抓子一样，然后完全抓到里面，然后一下一下的，我们这现在一下一下一下的往前拽。嗯，我刚刚看人家徐哥，他很兴奋的跟我讲这讲那，你干嘛一脸严肃的就站在这儿？啊，上线断的。哪儿哪？上面是一个面线断的。哦。接上了就没事了，因为它断了，它有自动停嘛。你刚刚这是怎么掉下来了？嗯，它弹簧松，弹簧可能松了。嗯。换一个新的就没事了。好。能教我一下我能操作吗？嗯，行，好的。比如说现在这个机器是停止状态，停止的，是吧？然后呢？你摁一下这个是泵站启动，啊，对，现在机器的油、那个、整个已经工作了、现在就是摁这个，它就机器就开始启动起来了，都是全自动。那我摁一下，它就可以工作了吗？对，摁一下就可以工作。哎，真的动了！记者启动了机器，棕垫机顺利地运转了起来。只见针头一上一下，梭条来回穿梭，棕垫一行一行的被成功缝制了出来。先压住，然后、压住，然后切了是吧？对，切到可以切过来了。切到，旋转到这个位置，这个红色的地方，它是一个信号感应。那你们那个机器，我觉得是成功了，确实是成功了，恭喜一下徐哥。哎，谢谢，孙哥，谢谢。果然两个人就不一样，你看其他发明他都得两三次的那种反复才能成功，你们就一炮成功了。那、我把机器卖了以后，我请你去喝酒。好，行，好，我觉得你会成功的啊。行，再见啊。再见。哎，有什么好消息告诉我啊？再见。哎，你好。王总，一起的是吧？一起的。哎，你好。哎，屋里请。好了。哎，进。请进就行。哎，
好。那个，我们从黑龙江来的。啊，黑龙江。听我们老乡说，你们这边那个砸床垫那个机器做的挺好。我拿说一下，看你们那个都能缝什么样的？我们薄的一两公分，厚的五六公分都可以缝。五六公分也可以啊。可以，现在市场不要求五六公分什么的。哦，在我们那边要是到五六公分以后，都得合成，砸两块放一起。哎，我们不用，我们一次成型。一次就行了。啊。那这个太好了，省了很多环节，是吧？是啊，你现在主要现在人工也贵，对呀，什么各方面都贵。然后你回去砸完一遍，然后再缝一遍，你不麻烦吗？我们就三两个人，一个看机器的，然后怎么有两个铺料的，然后一次去成型啊？要多大的有多大的？真的像你说那样？真没问题。那就行了，那就没白来呗，我们是吧？你来了哪能让你白来是吧？要不像他说，真像他说那样，咱就在这买呗。在哪儿买是买？那时候看看去吧。那必须得看看啊！啊，那行啊，那咱们去看看机子呗。没问题，可以。啊，啊，走，我们去看看。来看看，啊，慢点。行，没事，没事，没事。哎，来了！你才来呢，真是的，哎，说。哎呀，我们唱好了，都凉了，怎么办呢？哎，都几点了？等你半个多小时。哎，走，赶紧。哎，怎么事？今天这么高兴？你啥事？你喝酒，叫你喝酒，哪那么事？大老爷们，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机器卖了，卖了啊，卖了，挣钱了，在这啊。这机器能卖吗？咋不能卖呢？不行吗？现在？怎么不行啊？咱现在机根本就不行，知道不？他机的小毛病，他克服吗？不行，咱打板打的那么好，打板他全出了吗？他现在机咱机到哪卖的时候了吗？怎么？你在这儿跟你说，你在这大事根本就不行，这个酒你妈喝了，我跟你说吧。怎么不能喝呢？现在咱这个机根本就不行，知道吧？不能卖，还没到成熟，还没到卖的时候呢。哎，能卖？我这个酒我没法跟你喝了。哎，你这是。尽管被姐夫一顿训斥，徐兴举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姐夫是小题大做。可是没过多久，麻烦就上门了。来，不是大哥也没用，你来看看我这个机器吧。这个机器可耽误大事了，你知道吧？当时你承诺我的这机器最后最薄能缝五公分，结果现在两三公分，超过三四公分就缝不了。跟客户的订单都已经签了。真的是能不是？不能缝动吗？缝不动，我们现在跟客户，我给你试试吧。试一下吧。你看一眼，我跟客户签了好几十万的订单，现在货出不来，怎么办吧？这个损失怎么办吧？你看吧，我跟你说，你这个机器可糟践死我了。你那缝不有吗？那么就最后能缝到那么厚的，看着没？就那么厚。我看一下。这你用手摸一下，这也不够五公分呢。你看看这有五公分吗？这有五公分吗？你先说，这有五公分吗？没有没有，大哥，这个设备啊是我们两个做的，当时他把这个设备，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你们两个事情你们两个解决，现在我就解决我们两个事儿，我设备从他这儿买了，对吧？现在你看看吧，这个事情惹大了不？怎么跟人家大哥解释这个事儿？我当时想，哎，当时呀，你光当时想，你当时想没用，你知道不？你当时干，你早干什么了你？你当时想，你当时搞我，不是你俩事儿，你俩回去说，先说我这个事儿，我这事儿怎么办？看吧，这个设备不行，安排车拉回去，别放在这儿了。是吧？做生意没有这样的，你知道吧？是。这个事情多耽误事儿啊！这个事儿吧，既然这个设备放这儿已经不行了，我们干脆我拉回去，我帮你再该修的修，该改进的改进。你反正你得尽快给我弄。行。你也得跟我有个承诺，是吧？好的，这回这个事儿我答应你，行吗？毕竟是做买卖的，看人家做生意学人家，知道吧？别管他那个当时的利益。不是，别解释这个机子，不要了，不要了，马上正着走。是他们一看见这行子怪毒气似的，行差多。看没？正着走。这工人成天干活的，朝天在这跟他光生气了。这个机子这瞅着看这行子怪，光跟他生气了，知道吧？正走。走吧，别看着，一会儿回去让他慢慢看。快点，走。啊。机器被退回来了，孙永军尽管很生气，还是带着徐兴举深夜改进机器。
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当务之急就是尽快把机器改出来。你看人家客户把机器给退回来，他退不就是那破问题吗？什么叫破问题呢？他不是打三公打不了五公分，他改不就是一个破机器，而改了以后他不就能打了吗？你说怎么改吧？怎么改？他想办法，因为嚷啥啥？不是你怎么嚷办法呢？你退我干啥？不知道说什么话你？过来，什么？你自己想办法改是吧？哎，别走，干，你别走啊！还想一起干？我问你，别走，干啥？不是你干啥？别走，还能合作吗？不能合作，一起干，没法合作。我跟你合作合够了，什么人？跟姐夫闹得不欢而散，徐兴举没想到，因为自己的年少气盛，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姐夫的责怪，众人的指责，让他倍感压力。他明白，只有改好机器，这一切才可以挽回。姐夫现在还生他的气，机器的改进就落到了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都待在机器旁，想着如何去改好机器。不是那点事儿，起开吧，给我搬。行了，以后注意自己的脾气。看见姐夫不生自己气了，徐兴举也认识到自己错了。有了姐夫的帮忙，机器的改进就有希望了。扣的松垫缝不动，说明还是机器的动力系统不足，只要增大动力，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他们俩换了一个更大的油缸，机器终于被改好了。嗨，你们好。你们俩在这闲聊什么？跟第一代机器改好了。这不改好了吗？现在我们这正在说这事情。你们这次能打这么厚了？你们是怎么改的就能打这么厚了？一个是咱铺草铺的多了吗？现在铺几层？数一下，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哇！你铺这么厚，你前面能缝得动吗？能缝得动啊。为什么呀？因为改了什么？我改了让这两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下面那个砧板上面的油缸。上次啊，因为我用的是这一种小的油缸。然后它的力气也比较小一些，然后上去打薄的应该可以，但是加厚了以后它的力量达不到。后来这一换一下油缸就行了。换一下，我换了一个大的，就这么简单。这个油缸嘛是32的，直径32的油缸。然后这一个嘛是50的50油缸，然后它的加大它的直径，加大它的面积，它的力量会加大。你说的我不信，我得问一下孙哥。哎，孙哥。你们就这样简单的换一下油缸就可以了。换了一下油缸嘛。因为上一次的机器嘛做的比较仓促，这一次呢准备再接受一次比赛挑战。你这次是不是比上一次要谨慎很多了？这因为怎么说呢，上次真的太仓促了。太急于求成，然后这次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是吧？行，那你缝一下给我看看，我看你们改的是不是这样。机器开动了起来，这次的棕垫铺了足足七层，缝制起来至少达到6公分，机器能缝得动吗？好，我们看一下你们现在第二的机器做出来这个棕垫儿，可以吧？我试着是挺硬的，但它这厚度能达到你刚刚说的6公分吗？我感觉我不信，不信，不信，你找个尺子来量，你量一下吧。哦，差不多6公分，6公分确实有。那这次进步真的很大哎，从以前那个2-3公分到现在一下变到6公分。因为我们出现的问题就是它缝不了厚的嘛，所以我们过这次要主要是改的让它加厚，其余的地方基本上没有动，就是主要是能缝，只要能缝到厚的，我们这个机器就没问题。
嗯，但你这话我还真不能信，我得问一下孙哥。哎，孙哥，他说现在他的机器已经非常完美了，万无一失了，真的吗？是的，差不多了。我觉得经过这一次的改进嘛，应该差不多了。嗯，我刚刚听说你们提在商量比赛，谁？是吗？嗯，是我提出来的。你提出来的？我准备搞一次比赛嘛，准备用我们的设备跟他们人工对，找了6位传统式的。6公分厚的棕垫是顺利缝了出来，两人这次谨慎了许多。孙永军准备进行一场比赛，他从四川请来了王师傅，并且叫了当地几个能手，想在众人面前对机器的性能做一个测验。好了，各位，今天那个咱们发明人他那第二代机器成功的研制出来了，就为了证明你们机器的实力呢，咱们现在展开一场比赛。好的。哎，这位人工队的王师傅，他那个已经是工作了20年的老师傅了。那你们人工队这次几个人出战呢？来报6个。6个。那机器你们这边需要几个人操作？连我们4个人吗？那我定个规矩啊，咱们比赛呢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半个小时看谁做的那个棕垫又多又好。行行好。双方都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现在计时啊。计时半个小时，预备，开始。比赛开始了，大家伙都忙碌了起来。机器队这边的准备工作显然比人工队复杂许多。那你们加紧，那个人工队他说开始就针线就可以开始动了。但是我们后期比他快嘛，缝的时候比他们快。哎，行行行，少说话，多干活啊。人工队那边已经开始缝了，机器队这边才开始铺料。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机器队能不能追得上？哎，队长，哎，我看你这个线快用完了，你这个穿线麻烦吗？不麻烦，不麻烦，也还好麻烦。嗯，刚那个机器啊，它一直还在做准备，所以你们现在抓紧那个是抓紧那个时间空档，赶紧领先他一些。哦，要得，要得，要得，好。人工队今天来的都是能手，在队长的带领下，只见他们手握双刀上下穿飞，他们要趁着机器还在调试的空当建立领先的优势。啊，我看你手脚还挺麻利的，一会儿就缝了2行了。我们队长缝的要快得多。嗯，你们这最快的还是队长是吧？哎，对。哎，那今天你们6个人对抗那个机器啊，你觉得有胜算吗？我们肯定能胜过他。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比赛已经过去了10分钟，机器队这边还在调试。哎，徐哥，我说你比赛都有一会儿了，你还在赛啊？我看人家那个人工队已经开始了。这稍微有点麻烦，没事，但是我后期要比他们快很多。机器稍微做一些准备工作是吧？对，稍微准备做做嘛，要稳一些。嗯，我们是稳中求胜。哎，孙哥，你这次得帮他稳着点啊。行，第二代可不能输了。肯定不能输。嗯，我替你们看一下人工队那边。你平时是这个速度吗？平常还快点吧。平常还快点。哎，今天怎么比赛呢还慢下来了呢？不太顺手了。不顺手，你是比赛紧张吗？是紧张，紧张。哎，你慢点啊啊，小心扎着手。行。你不着急，那边机器还没开动，他们还在准备呢。哎，徐哥。哎，你不要来打扰我了，你赶紧的。我不是来打扰你，我是来催你们的。看到机器队已经自乱阵脚，人工队这边更是信心大增，一人捋线一人缝，手下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哎，大哥。我一直看见你在帮队友理线是吧？啊，对对。哎，你们这个理线是不是还挺麻烦呀？啊，是，这个得提前捋出来，提前捋出来以后啊，别耽误他的事儿，所以这样的是弄快了。那你觉得你们今天6个人对抗这个机器，能赢吗？我觉着是能赢。原来徐兴举为了在效果上赛过人工，他这次将料铺了6层，缝好后可以达到5公分。而人工缝制的垫子仅仅不到3公分，于是铺料拉垫就特费事儿，耽误了不少时间。哎，大姐，你好。哎，我刚刚看你看这个手工缝的看得非常认真。是的。你以前见过这个吗？我见过。啊，见过啊。见过缝的啊。那你觉得现在要是比赛的话，
猜测一下哪边会赢啊？我感觉应该是机器会赢。为什么？那机器要是不能赢，那在这个用机器干什么？人工还总觉得是慢一点。比赛已经过去了13分钟，机器终于开动了。您这边机器终于开动了是吗？对啊，可以开动的。那刚才的比赛都有一会儿了，浪费一些时间，你们现在还能追得回来吗？肯定能追回来。这么自信啊？肯定有这个自信。你们这个每分钟啊，能织多少多长的长度啊？一分钟能出70公分吧。70公分。机器的速度果然还是快，只见梭条不停地来回穿飞，棕垫一行一行地向前推进。不大一会儿，机器队的第一张棕垫就出来了。看见机器队这边已经步入正轨，人工队开始建立的优势被完全追上。师傅们一下子就泄气了。哎，队长，那边机器它第一块缝出来了呀。你们那边是不是应该抓紧了？主要是肯定收工了，12号线快点去。那咱们比赛呢？你不能这么快就没信心了是吧？争取加油吧。内功还是慢，不给机器快，哪里机器快？比赛渐渐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机器是越来越顺利。人工队虽嘴上喊输，可手里的针线却没停下。机器的第二床棕垫也出来了。现在机器太快了，我们铺料跟不上，我就赶紧过来跟着铺料。我看见你们这边好几个人在铺料，3-4个人。我们预计着是4个人完全把这个机器运转起来，结果呢，料跟不上，机器太快，我们所以就要架过来，我再过来又叫了几个帮手过来。我估计他们那完了，不行了啊。先不要打扰我了，我赶紧的，好不好？先不打扰，不打扰。不能叫这机器落呀。对，不能让它落下来。对。人工队这边刚表完决心，机器那边就忽然停了。怎么了？停了呢？这个皮带断了。皮带断了？哎。哎，咱们现在比赛，你这个能修好吗？哎，这个如果修的话，修不好还要说要买一个皮带什么的。断是什么原因断呢？我估计应该是太厚了吧，好像是太厚，长时间转，超负荷应该是。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袋子咱们现在还有吗？那皮带？没有，这个都是厂家定做的，过来最少要3天时间。那今天咱们这比赛怎么办？只有认输，认输吧，认输吧。皮带断了，本以为今天胜券在握，为了保险起见，孙师傅这次也只请了6个人工师傅。可谁知机器才缝了2张垫子就停机不转了，郎舅俩也只能放弃比赛。刚才这皮带一崩嘛，打了一下，然后刮了一下，没事，这小事。这主要是机器停了嘛，手破了没事，机器停了，心里不舒服。离比赛结束的时间还有最后5分钟，看见机器坏了，人工队这边信心又重拾了回来，手下的速度再次加快，看来还是有希望赢了机器。师傅，你这个最后一声了，好吧，关键结束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回去了。好，时间到了，比赛结束了，结束了。别说了。你们先过来看一下人家这个手工做的怎么样。太软了，这东西太薄太薄太软。手工有手工的好处，就是
手工的好处有什么呀？我不晓得，他们刚才不是机子出故障了，我们这个手工不能故障可出，就是最多断下线。比赛结束了，人工队这边一共缝了两张半，机器队这边也就缝了两张。在数量上，人工队似乎赛过机器一筹，那么到底质量上如何呢？那我们来量一下两边它那个厚度和宽度，来量一下，这厚度能达到6公分，这边宽度它能达到1.5米。咱们看一下人工队它那个厚度的话，大概是3公分，宽度的话大概只有90公分。从这个面积上来说，我觉得那个可能机器队的胜出了一些。只是我们从数量上要么多的。孙哥，那你们今天这个比赛结果有点可惜啊，我觉得。主要出了点小故障嘛。这个。那你们有信心改好这个故障吗？有信心。那你们还想改完之后还想跟王队长较量一下吗？肯定的。真的。我们必须要胜。行，那你现在可以当着我们的面向他约战一下。王队长，我们再约个时间吧。行吧，我们改好以后继续再比赛一下。要得。行，那我们比赛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次的话你们就把握住机会。好。王老师，这皮带一般都挺结实的，怎么说断就断了呢？因为它这个机器在最初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加工薄的棕垫，那么如果要是加工厚的棕垫，这时候你无论是这个针的刺透这个棕垫，还有切割，那都需要更大的力，因为这个整个是一个系统，不是说我把垫子加厚了，这个机器的其他功能还能够满足这个要求。不是皮带质量的这个问题啊，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对这个机器进行改进呢？你比如说它这个刀的这个转动机啊，它的过热过载，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就是你切厚棕垫了，我切的时候让它运动起来，不切的时候呢让它歇一歇，是不是？别让它一直都那么累着，别让它那么工作，一直的工作。那么在其他方面呢，你也可以这样综合考虑，就是我们能够用这个机器呢稍加改进以后，在制作程序上也稍加改进，能够让它满足制作厚棕垫的这个要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发明人是如何来改进他的这个机器的呢？我们继续往下看。比赛意外的失败，好好的皮带怎么会断呢？照理说应该不是皮带的质量原因，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两人对着机器一头雾水，这时他们想起了一个人。喂，阿伟。哎，朋友你好。你好。我们遇到点麻烦，想请教你一下。你行。来，请坐吧。白宫是一位有40年机械经验的老前辈了，得知两人的来意后，他认真地帮他们找出问题所在。经过分析研究后，白宫认为是机器的动力系统存在缺陷，棕垫加厚后电机负荷加大，切刀长时间旋转后刀片发热，刀刃磨损，切不开的料越积越多，造成皮带负荷过大直到拉断。同时由于棕丝是易燃物，刀片发热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皮带不断继续工作，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根据40年的经验，白宫建议他们将3项电机改为液压马达。由于两人上次只是加大了油缸，机器的其他部分并没有任何变动，导致动力系统的整体性不足。换成动力更大的液压马达后，可以随着机器的输送，是在需要时切刀才旋转切割，刀具不至于因过热而易磨损，能保持长久的切割力，同时还减轻了机器的负荷，并通过电脑程序设计完成了间隔驱动切刀。也就是说，通过液压马达的驱动，切刀在需要切割时就转动，不需要时就能停歇下来。在白宫的帮助下，第三代机器很快就改好了。孙哥，徐哥，好几天没见呢。我是听说你们第三代改出来了，所以我才特意赶过来的呀。这不出来了吗？这就是。哎，你们真有意思啊！你们每次改的都让我看不出来，是不是？
这一次跟上一次大不一样的。但这次我能猜出来改的哪个地方。啊，你看看吧。徐哥，你也过来。这个应该是这里，上次你们不是皮带断了吗？这里应该改了，是吧？对。您跟我说一下改成什么了？这一次嘛，哈，它这个上一次是电机直接带动它转嘛，这一次就是用这个马达，它就是带动它转。就换了这个是吗？还有别的地方吗？别的宽度也变了。宽度也变了。嗯，上一次我们那个二代是宽度是1.5米的嘛，现在我们这个宽度做成2米的，然后。像这个长度啊，它可以随便踩，可以踩1.8米的、1.5米、1.2米，它就随便。一台机器可以做好几种规格。它这个地方有个感应器嘛，感应器它现在这个地方是放在1.8米上面，如果说要放在1.5米上面，它再往前放，啊，它当它那个感应片，当这个感应片，这个哎对，碰到它的时候，它就起感应，它就自己回退，然后就切割。行，那我只是看你改进了一小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那你能开动给我看一下？行。你看我们这次这个切刀啊，它每走一下它转一下，走一下它转一下，它是艰难性工作。上一次它这个刀不是一直在转动吗？一直在转。这个刀你看摸着一点不烫手，上一次的刀转一会儿它就发烫。我能摸一下吗？能摸。确实不烫手，凉的。公司它本来就是易燃品，如果刀长时间的发烫的话，容易起火灾嘛。它这样特别安全。还有个我们现在像这个。针距啊，可以大小可以随便调节，可以随便调整。现在我做的是2公分的，我现在我可以做到4公分，做到5公分。哎，你调一下那个针距。这个控制台上都可以设置吗？对，控制台上都可以设置。那我输个45。然后后面00要加上。00。然后确认绿色的那个键是确认。这个。ENT 确认。好了吗？现在。确认现在自动起，它打出来就是4公分半的。这个机器的速度主要它跟这个针距有关系，对，跟针距有关系。这个前后针距确实变化挺大的。对。哎，它输入多少就可以打出多少是吧？对，是的。我觉得你们改的还是虽然改进一小步，是效果是前进了一大步啊。对，可以这么说吧。哎，那接下来你们的比赛啊，应该是非常的有把握了。应该是满怀信心吧。这备战已经做好了是吧？做好一切战斗准备。第三代机器已经改进成功，两人也做好了与王师傅比赛的准备。这次王师傅带来了20个熟练的师傅过来参加比赛，而且基本上都有7-8年缝制经验。好，各位，我们上次那个机器队啊，它又出故障，它那个有些不甘心，这次咱们第三代再来比一场。好，两边都准备好了吗？知道了。哎，我先说一下今天的阵容，这边是我们那个机器队4个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人工队多少人呢？好的，各位，20人。人工队20人，来，让我看看人工队在哪儿。既然你想去了，那我就现在计时开始了。咱们比赛还是上次那个规则啊，比完赛之后看质量、看速度、看谁做的多，然后咱们时间还是30分钟。好，准备好了，那我计时，现在准备一下，预备，开始。好，比赛开始了，人工队依然先行开工，只见每个人的针线上下穿刺，好似飞燕，他们摆开一溜，场面很是壮观。啊，大姐，哎，哎，您工作几年了？我工作不就8年了。你们那个人工队能赢吗？我们肯定能胜啊。1、2、3、4，啊，这么快！果然很快，是不是啊？行，您继续加油啊！好的，谢谢。哎，大姐，那个缝纵垫的话，它有什么窍门吗？缝了送球呗。人工队这边开工不久，机器队那边就开动了起来。开始吧，走，来比。机器队这次的准备时间显然缩短了许多，面对20个人工，徐兴举不敢大意，他也跟着师傅们一起忙着铺料。你们今天这个机器运转的还正常吗？还挺正常的，感觉现在。上次那个老出故障，今天没事吧？没事的。那按照这个状态，你觉得今天这比赛能赢吗？我感觉应该能赢。现在因为什么？经过上2次教训，我不敢说，不敢说大话，然后不敢说太满。对。
只见机器针头一上一下，缩条左右穿梭，缝好的棕垫一行一行的往前推进。我支持机器队，我觉得机器队那边挺快的，而且缝的也不错嘛，节省劳动力。嗯，是的。那你为什么站在人工队这一边呢？站错队了，对，我看着呢。其实我是机器队的，我是咱那边的卧底，然后过来。对，好，那你接着卧着。辛苦了。有什么情况，他们要是缝的快结束了，就赶紧通知那边一声。好。艾姐，哎，我上次比赛就看到过你是吧？对，我没记错吧？哎，你这次比赛为什么又过来了？我想胜过机器。特别想胜过机器是吧？那你觉得今天你能胜过机器吗？我觉得可以胜过机器。为什么？关于我干了七八年的这个马勒湾缝制有经验了。缝的特别的快，我觉得。刚那个机器启动起来，我看着人家也挺快的。他挺快，我们这边人多量大。我觉得人工队会赢。因为人工队他们都是多年的经验，那个效率比较高。人工队加油！尽管人工队这边信心十足，可是机器队这边一点也不害怕。许兴举和孙永军从容地操作着机器，棕垫被高效而快速地缝制出来。比赛才过去一半，第三张床垫就已经被缝制出来了。看着机器已经大幅度领先，人工队这边显然有些着急了，队员们也开始频频失误，不停地断线，就连手底下最快的王师傅一张床垫也还没缝完。人家这一张都快缝完了是吧？哎，来了，十多分钟就差不多了。你们今天的比赛你们觉得能胜吗？还是先谁哦。比赛已经快结束了，机器这边又一床做了出来。我说人工队，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呐。停了，机械队那边也停一下，停了，比赛结束啊！师傅，您组织一下人，把你们那个治好的那个战果搬到咱们再对比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啊，这边缝了几张呀？成功的有几张？五张，我数一下，一。来，咱们机械队这边也帮着数一下，为了显示公平啊，一、二、三、四、五。五张。哎，没错吧？你这边是没缝完的，这个不能算的，队长啊。人工队它有效的呢，也就是五张。来，我们来看一下机器队这边。来，大家都过来看一下。开！来，队长帮数一下，机器队几张？六张。六张啊。队长，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厚度吧。厚度是不两三个。哎，队长。如果您给他十分制打分的话，你觉得他缝这个就床垫能打几分？他这可能至少打个90分哦。那我们今天大家说到底哪边上了？那队长您鼓励一下他们吧，终于成功了。终于拥抱一下了。机器终于研制成功了，许兴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上次退机器的大哥找来。王大哥看见机器可以顺利地缝制出5-6公分厚的棕垫后，和许兴举、孙永军两兄弟也一笑免恩仇。许兴举和孙永军发明的棕垫缝制机经过三代改进，解决了人工缝制棕垫时效率低、耗费体力等难题，效率也是人工的60-70倍，
并且做出来的棕垫宽窄可调，缝制针距可调，厚度可调，而且实现自动化遥控操作，很好地防止了使用胶粘棕垫给人体带来的危害。因为人的这个棕垫缝合机呢，它是采用液压作业结合自动控制的方式实现这种棕垫缝合，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在它运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发生断线、中间停顿要换线这样的问题。建议这个发明者呢，从送线的结构上边再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怎么样让它能它不断线，从各个方面呢深入的考虑一下。好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期《我爱发明》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可以和我们的栏目进行联系，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新浪微博。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科学顾问彭梦华老师光临演播室进行精彩的点评，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这一期的《我爱发明》，让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人工塑形茶叶需要根据茶叶的老嫩程度来把控揉捻的力度和速度，费时又耗力。80后小伙子想用一台机器来挑战传统揉茶的工序，他既没有揉茶师傅的多年经验，也没有评判茶叶品质的能力，仅靠自己摸索制造，最终他的机器能否成功？敬请收看下期《我爱发明》乌龙茶塑形记。